纸飞机。这是我的纸飞机。那怎么玩？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子拿着，然后这样。玩啊，飞到下面去。让它乱飞，这样。爸爸，你要玩，这样子。你要给它打开啊。这样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我帮你打开，你这个要这样，也要这样打开，打开。啊，折一下。纸飞机。我想要折纸飞机。好哦，要这样给它折一下。为什么你知道纸飞机怎么折？你不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折。好，这样哦。咻！哦，飞到外太空了耶！呜！要旋转一点点，要旋转一点点。对啊。哇！火箭发射。好像坠机了，它的头变成扁扁的。是啊，你看他的头。绕一圈水会掉下。要小心哦，不可以对着人哦。哇！你看，我都会。哇！撞到墙壁。会飞更快。好，你要飞，你要好，一二三。咻！嗯，换飞给我。怎么又飞回去你那里？一二三，哇！撞到我的脚，香港脚了。看我，咻！哇！你看，呀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怎么爬在下面？飞机，咻！哇！失败，真是。这个好像不好用，所以要换这个粉色。咚！哇！垂直降落。让绳子降落。哇！这打到我。